我邻居王大爷是一位爱学习的人，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很高。别看大爷年纪大了，不但会用手机进行日常的那些操作，还自己研究拍视频，能用手机辅助编程，真是挺让人意外的。小薇，小薇，帮我推荐一首欢快的纯音乐。刚接触手机的时候，面对着手机啊，心里还真有点懵。随着技术的发展，更加的照顾了老年的这个特殊的需求。你等一下，你看它付款码出来吗？你看，出来了一会儿，你看它就出来了吧？到时候像你这么一弄，然后你所有乐趣啊，你发在朋友圈里边。智能手机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，可能是一种挑战。我平时也教我身边的这些老伙计们，让他们也学着用这智能手机，也体验体验科技带来的乐趣。